今日感觉比你安尼怪怪呢。啊，不管是要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咱一直要做代志，其他代志可能无爱互咱做，咱家己接要做咧。我唔知当时还变到遮骨力呢。嗯。嘿嘿。哎呦，美玲呢？啊。好啊好啊，来啦来来，阿妈吃咧。哎呦，阿妈唔甘呢。啊，你哪安尼啦？啊，阿妈看啊，你足袂惯事的了，啊。那是安怎啦？哎呦，笑笑，阿妈唔甘哦，莫哭。我若想着头顶有这么无责任，甲大家惹遐尼啊多麻烦，我心肝内感觉就艰苦。哎呦，憨囡仔，啊，艰苦是会过安怎，对不？啊，你是想讲安尼一直做工，一直做工课，啊，就袂艰苦哎呦。哎，免安尼啦，免安尼啦。老爸啊，以后厝内面的工课我来做就好啊。好啊好啊，不过担麦长，我爱工课，你拢自家做做，啊，我休。你点点人，你讲笑话。真笑啊！弟兄啊，你莫安尼讲啊！啊，到底我是我的小弟啊，还爱做代志啊，害你咧受苦啊！应该是阮来甲你讲过，唔对才对啊！天哪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！啊，今都拄着啊，对无？啊，伫咧这个困难中吼，才咱看到讲，什么人是真的，什么人是假的，对无？啊，今大家安尼做伙吼，啊，同心协力，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，安尼就好啊！阿妈嘛看啊足欢喜的，吼，乖，吼，乖，起来坐，起来坐，吼，莫阁安尼行来行去啊，哈，哦，乖吼。妈，妈，啊，你人着你艰苦的，啊，你阁起来创啥？啊，来恁头厝的吼，甲对方弄一只食力着，我想讲甲恁爸来病院，看人对方有啥物要求，啊，爱咱做啥。妈。你若咧艰苦，你咧病，你莫去，我甲爸来去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等我伫咧厝，我嘛倒袂调。母啊，我来陪。好啦好啦，紧去紧去，吼，都紧去。啊，就安尼啦。啊，头顶唔来，甲人弄到安怎？等下咧去，唔知对方会安怎要求袂？这嘛足烦恼的了。阿妈，你别烦恼，我过去吼，我来去保护阿爸。好，紧去，好，紧去哈，啊，行好啊。阿妈，我自己才无代志，感觉怪怪呢。安尼哦，啊无你要安怎？无，我甲你掠人好无？好啊。请问你敢是迄个赵尚的陈德亮先生厝内边的人？我是陈太太啦，受伤遐是阮翁，伊是我的大家啦。啊，恁是？你翁是捡我后生弄受伤的啦，啊，这阮太太啦。啊，我是恁哥哥。原来就是恁刚把我弄受伤的，我看你要怎样交代，看你要怎样交代啦。你要陪阮爷命来啦，你要陪阮爷命来啦。这好送啊！慢慢对不对？啊，恁囝都无死啊，会再慢慢来讲啊。伊咧讲的什么话？阮囝人还搁咧交予病房内面的，万一若有啥物三长两短哦，你来赔阮囝的命啦，阮囝命来啦。煞，啊你是哪咧哭啦？啊是阿娘啊，迄落呢啊？不是啦，伊两个是弄着阿娘的，因咧是大人啦。我来就是恁后生哦。这是慢慢大声在白人骂恁啦！你我无倒啦，我叫陈大炮，啥时阵大声啦？恁家阿叫出来！歹势啊，我就是因后生啊！你就因后生，哪会好啊？弄死人啦！安尼啦，我袂怕啦，是阮后生，不是真的啦，是另外一个啦。啊，是怎一个叫出来？无啦，我嘛咧找不伊个人，若找着我会叫出面啦。出面怎啊？看要怎赔啊？钱摕来啊！陈太太，这两万块不领情。两万块就要叫咱走呢？你有看无啊？老的老幼的又挂一挂啦，规家拢看阿娘在吃穿啦，即摆阿娘在搞病房啦，你要紧想要变安怎呢？这有够！大华先生，是的啦，你莫生气。啊，这两万块不是一撮意思啦，啊，医药费吼，阮会负责甲交。啊，若赔偿的问题，咱再搁斗斗啊参详啦吼。这摆较差不多啊，俺乖乖。
NO。好衰，我就是好心了，对啊，快点。哎，你吧。尤姨啊，看啦。妈。好，来，进来坐。啊，你哪会无要点么厝的家许份钱，搁走来去吃？哎呦，哪有法度？点么厝的那比方，若看到我，目睭都安尼甲我凝一下，吼，那乌脸拢走一场，白眼拢跳出来。好啦，你也莫甲计较，我怀心情也无人教好。袂啦，我哪会甲伊计较哦？我都老点么厝的，甲伊冤家啊，都袂出来找你啊。等下，代志大条啊！你有人客，我等下再来。稍等。但姆妈毋是外人啊，你讲话哪都安尼吞吞吐吐，紧讲啦，紧讲。啊对哦，透着咧开车出代志啊，即摆哦爱赔人一大堆钱哦，啊佫一个人哦着重伤哦，即摆人拢毋知安怎咧。啊，透着即摆人咧？啊，伊着肇事逃逸啊，人毋知伫倒位，警方嘛咧找伊。等下，张三姨哦，哭到昏去啦。啊，哎呦！打足落打一声了，安怎？早唔甲你出去规暗，啊，转去唔知有甲鸟仔冤到啥物款呢？啊，即马佫传到即落代志，啊，明仔会卡咪？啊，我紧来甲看卖。出来，出来。妈，这条金条，麻烦你甲我送叫鸟仔。好，安尼哦。500万！你甲鸟来讲，那无够，赶紧过来甲我讲。啊，我一定会送到去。尤其啊，你的人是走够好，啊，这北长够快哦。妈，好啦，你紧去送。真是好话无话讲。好啦。我安尼，我做你去。嗯。代志处理了安怎？受伤的我搁伫个加护病房，有记得因家的人。大伯啊。嗯。啊，你是安怎？我喘气喘。哎呦，煞毋知影，去有头底弄受伤的因阿姐哦，当作讲是英雄，家弄受伤，毋知那个拍一下呢。啊，夭寿！啊，要共拍，歹看清楚，后背共摸。大伯啊，是的啦。袂灵啊。我是不要紧啦，我即摆是烦恼讲哦，阮弟弟万一来去哦，抓到啊，去哦看到，会去哦搏到半小时哦，爱较小心的。小鹿啊，小鹿的呀，小鹿，好，对。啊，讲你人安怎？无安怎啦。啊，我来听我来看你。免紧张啦，不要紧啦。你真是拢无安怎？啊，敢讲拢无人欺负你？哎呦，什么人有遐好大胆？哎呦，敢欺负了大卖场的档的上好的，恁都毋是要甲天照打戆戆？哎呦，伊哩嘛，毋是讲我咧爱讲你，啊，你做人的某囝吼，啊，毋着较关心翁婿咧，啊，怎么互透天啊不管这落代志这大条？哎，我爱讲啊。美玲是我的孙媳妇啦，我阿个家要嫁死啦，免你他妈咧家暴啦！美玲，你无人做你，你入去。哎，什么你家己的孙媳妇啊？我就是透天的外妈，美玲同我是我的孙媳妇，我甲你同款，会用咧讲的啦。哎呦，啊，到底是什么妈？哎，啊，那恁查某囝哦，恁面对人走了，哎，你都唔是啊呢？哼！哎呦，啊，阿妈，我搭对人婆做回来转来，你也袂看见你囝仔孙哦，我抱出来你看好无？好，是尾啊，搁生一个哟。对，好啦，你抱来我看。当的，美玲，袂用去抱洋洋出来，介无地带啦。哼，卖看就卖看嘛，我今仔日吼，为着别项代志来的啦。哼，你看，这一张支票。500万啦！我你骗他！以后迄500万，
笑死人！啊，若这张纸要切脚床也无法度啦，莫当莫咧嚣掰啦！这现你的呢，无为恶心，现达达的呢。你老在搞爸爸的钱？啊，就有伊啊，开要招来啊！这现你的呢，无为恶心，现达达的呢。你老在搞爸爸的钱？啊，就有伊啊，开要招来啊！算你好交运啦，交到幼爷这款这么有钱的朋友。你看我爸变怎？啊，伊就知影恁家发生代志啊！啊，今日要急用钱无够啊！啊，所以唔得讲叫我摕这500万，要让你烧天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，哎，将来啊，你是要气消死哦！哎呦，啊，你若无会嘛好我，哦，你是有够讨债呢，阿囝。你来这戆啦哈！呾友谊哦，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摕这500万要甲你洗门风，啊，甲摕起嘛拄啊好尔呢。你若无摕哦，我那是假了的啦。你知哦，摕这500万来斗小天，敢毋是真好？友谊啊，乖乖无啊，即马摕钱要来走开。我来做去吃哦，嘛免收伊的钱啦。欸提起500万来嚣掰，哈！即摆你欢喜啊哦！你来，干阿妈聊聊，你来。幼儿啊，幼儿啊，你看啦，迄支票吼，讲安尼，你甲？什么支票？无啊。无？嗯。来啊！嗯，这支票哪会跳到安尼啦？这是什么支票？啊，你甲看到啊？我也免骗你啦，老实甲你讲，这就是幼儿园开哦招来的支票，500万。500万？幼儿园是安怎招来遮侪钱？你家己想啊。幼儿啊，要叫招来的娘某，吼，这我都唔知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，若要叫招来的娘某，500万是无够。我知影，即马阮查某囝的身价上亿个。小马，李八姐。当年，姐啊。恁当会开一张500万的票，我叫来代志，你知无？机会给阿娘钱。知啦。知。知是安那，无话讲这是安那。就透天开车出代志啦，爱赔人足侪钱的，当迄500万哦，是咧帮助叫来卖银刀的啦。啊！发生这款代志，你是安那免甲我讲，互恁党会先知影。你真是想要去回家遐领钱的款哦？那汤牛，我唔敢啦，再发一摆机会，后盖有啥物代志哦，我一定先讲互恁听啦。爱记得哦。是。到底发生这款代志，叫来阿银刀吼，即马绝对是吼凄惨歪歪啊！死好啦！我一定要来甲遐事主讲，叫因去告偷窃的，甲告到互去关，关到头毛生煞无。哎，汤牛啊，你的新闻哦是袂用做这款代志哦，那是互党来知影哦，搁较麻烦哦。我咧想哦，那是要甲将来卖淫刀创好倒吼，就简单嘞。但是哦，爱好好计划。好好计划。洋洋，拜托啦，你莫搁哭好嘛。哎呦，你爸到即马拢无消息，妈妈想讲来有交换呢。美玲呢？哎，我当囡仔较细，你讲我坐伊听位哦啦。阿妈金孙笑，啊乖，阿妈金孙哦，哦乖乖。啊，透天要是有消息也无啦。无啊，无安尼坐啦。乖吼，乖吼，唔好哭吼，乖。爸，那要叫你起来。叫你起来哪有路用啦？我讲叫点下岗小探听一下，无定爱甲关心囡仔，等咱家无定着。乖，乖哈。
哟，哎呦，啊，亲家嘛，哎呦，下岗找嘛，啊，那才拄好。是啊，你也来哦。来来坐坐坐。来来来来。啊啊，你也来哦。嘿咩，煞唔知，啊这招来啊，甲淑女啊都冤家呢哦。啊，我这个做老母的，敢会使低点点哟？我是来甲看。是安尼哦。嘿啦。啊，我嘛是甲你同款。啊，反正阮美玲的哦，安尼一日带两个无法度，我起来甲斗带囡仔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哈。哦。嘿，亲嘛，你来啊！我敢袂用个无来？哈，亲家嘛，唔是我咧讲哩，你个孙是安怎噶？阮美玲个生个时阵哦，无惊脚到，到尾也才到位哦。啊，即马佮母即落出头，安尼阮美玲后半世人是要安怎过日子啦？母啊，卖讲啦，啥物咧卖讲？啊，呾偷听我母一条代志啦，要用啥陪人？看你要用啥去饲囡仔？我较早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规日甲透抽离婚离离的，啊你还搁咧替伊讲情，你看，互我撩着啊吼，即马母一种出头啦，可怜着谁？可怜着你啦，甲我这个子孙啦。哎呀，乖啦，娘娘你莫搁哭，可能是尿珠啊打硬啊，我甲抱你去内面温热。谢你谢你。乖啊，乖啊，莫哭，莫笑，莫笑，笑下岗找母嘛，哪你唔免阁念嘛啦？哪有我多？咱两个拢是受害者，无大无小就当了这个歹亲情啦，哈、啊！当初也无小探听嘞，啊，就甲查某囝嫁来因家。阿达，你看，唔若查某囝受连累，连咱后头厝都煞拖拖落去啦。我生伊一壳嘞，哦，你原来会晓开嘴啊？我当作你野狗嘞，你甲我死嘴，夹嘴啦！我生伊一壳嘞，你原来会晓开嘴啊？我当作你野狗嘞，你甲我死嘴，夹嘴啦！哼，歹势吼，青嗯，我是想讲，阮查某囝，互恁安尼折磨甲可怜哦，倒喺眠床诶，我是来看阮查某囝嘞，无你想讲我咧爱来上？哎呦，阿达身体难，哪有法度？嘿啊，阮查某囝就是互恁家诶查甫人虐着诶啦。哈、啊，啊，就出甲迄个老爸啦，无早就嫁后生啦，哈、啊，啊，才会甲阮查某囝咧气甲这款型的啦，哼，我都想无咧，阮小乱毋知咧安怎，咱来遐爱住因家啦，就是安尼，亲家妈，你敢无听到？我拄则咧骂阮美玲的，这间厝是有啥物好留恋的啦，哈、啊，吼、啊，等因三个母仔囝以后吼，毋知要安怎，我就是咧骂伊讲哦，目睭毛吼杀无起啦，无恁两个即摆是讲煞未哈？家来啊嘛。唔是讲我咧爱讲你啦，哈！阿达，你是做人什么老母，做人什么阿妈？哎呦，教开个什么囝、什么孙啦，哈！我若要准你哦，我见笑死哦，哈！自早我就以死谢罪，就对了。招来阿妈，啊，咱若无才调教囝，无才调教孙哦，嘛唔通去拖累到阮美玲的，哈！所以你家新妇哦，实在是足歹命、足歹做的啦。都是因的，对啦，我无才调啦，今仔才予恁两个亲妈咧一句来一句去，甲我哭死，予恁来屁手也无一块着，即摆是安怎？是要看我死，恁才会欢喜？好啦，我死予恁看。母啊，你创啥啦？今后叫我死予伊看。那就安尼啦。我无才调啦，我袂晓教囝啦。你安尼哦，做人什么老爸，做人什么翁婿，今仔日才予你一个丈，予你一个亲妈咧，一句来一句去，安尼甲我哭死。我规死死的，我无迄个面骨活伫这世间啦。我，你老。对我甚不满哦？你找我倒啊？我母啊，娘遐济哦，你莫对伊安怎？会用的啊，帮阮小女啊自由啦。亲家，偷偷的去找转来，害阮美玲的一个翁后洋洋有老爸，安尼好无？安怎？做袂到啊，小？可怜啦，哈！阮查某囝是拖家的哦，侥幸哦，若无死啊，就半条命啦。哼！可怜阮淑女啊，哈！我今仔这个做老母啊，若无来甲看吼，是无人来插伊啦。
想啊，一声呀声，定定。亲家啊，今头天的这摆，搁舞一条代志，这大条啦。啊，阮美玲啊，这可怜啦。尊祖公哦，恁拢无爱管伊，无爱插伊。啊，我这个做老母的，该用的无管无插伊哦。